What was China's first self-designed and built railway? Opened in 1909 after 4 years of construction, the Beijing-Zhangjiakou Railway or Jingzhang Railway was China's first self-designed, built and financed railway. Linking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and the city of Zhangjiakou in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this 200 kilometers railway was designed by Zhang Tianyou, known as the father of China's railroa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way was considered impossible without foreign assistance at that time. 这十八公里长大坡道，再有一个就是列车经由的曲线比较多，这也就是当时詹天佑先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长大坡道列车牵引力不足，使列车从南口开车以后到达青龙桥车站这个位置，使列车的这个走向呢往东北方向延伸了一下，改变列车的运行方向，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车头变成车尾，当时是经过转头作业来改变这个列车的转向的，完了再北往西北方向开，这样就非常形象的形成了一条人字线。这人字线的最大特点就是缓解列车上山的坡度，缩短八达岭隧道的长度。当时我们这个车站呢，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在它整个的作业过程当中，这个地方需要人工有一些个道岔、转头作业。这个车站到今天为止，应该说我们建站是112年，我们父子两位人在这个车站工作了，今年差一年70年。铁路对于我来说占据了我这一生当中的这大部分时间啊，你在这个中国人自己设计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又最关键的这一点上上班一辈子，亲身经历了我们的高铁从16年开始修建，完了之后到通车这4年，而且你在这个车站上班的话，你赶上国家发生这个变化，有一种这历史的穿越感，你就在这个百年老站看着我们国家的铁路发展，这就是一个铁路人的自豪。